好開心啦！今年咧再次參加呢、這、一個孟常會所主辦嘅孟常二跑仲春輝，咁其實已經有好多年噶啦。咁但係最開心嘅咧就係、是、今年咧已經係第二年咧係嚟到列治文山，我哋呢個翠柏公園就係、是、Richmond Green 咧係嚟到做呢一個嘅即係跑步嘅場地。咁啊亦都咧吸引到好多列治文山嘅居民啊，嚟自附近周圍手邊城市嘅朋友啊，一齊咧都為孟常會咧出一分力。咁我覺得咧呢個活動咧係非常非常之有意義。咁啊，如果今年你未參加嘅，希望你下年都參加。好多謝廖議員。